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又到了我们晚祷的时间，欢迎你跟我们来一起参加今天的晚祷。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让我们祷告。全能的上帝，赐万恩的父，我们这些仆人谦卑诚心地感谢你对我们和对万人的良善与慈爱，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创造了我们，保护我们，并将今世各样的福赐给我们。我们特别赞美你无比的爱，借着主耶稣基督救赎世人，并赐给我们受恩的方法和荣耀的盼望。求主使我们认识你的恩惠，能以真诚感恩的心显明你的荣耀，不止在口头上，而且在生活中奉献自己为你服务，一生行圣洁公义的事，这都是靠着我主耶稣基督。但愿尊贵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永无穷尽。阿们。我们要为我们今天所犯的一切过错忏悔。主啊，我们亏欠了你的爱。上帝啊，求你医治我们。我们在黑暗中跌跌撞撞。世界之光啊，求你改变我们。我们忘记了，我们就是你居住的殿。上帝的灵啊，求你住在我们里面。永恒的灵，永生的神。在你里面，我们得以生存、行动和存在。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你都知道。我们内心深处的秘密，我们的渴求和欲望，我们的担忧和痛苦，你也都知道。永恒之火呀，求你在我们里面燃烧。洁净的风啊，求你在我们中间吹拂。恩典之泉呀，求你在我们心中涌流。好叫我们在言行上诚实地爱主和赞美主。阿们。今天我们的经文是取自马可福音16章1到8节。
过了安息日，摩大拿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塞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七日第一日的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以前告诉你们的。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这是主的话语，感谢上帝。至圣者啊，求你今日用你的慈爱和恩典充满我们。阿爸父啊，愿我们的心思意念灵魂和身体都服从你，并且生活在顺服你旨意的喜乐中。主基督啊，你为我们铺设了爱的道路，求你使我们在这道上大胆地迈开步伐，因为它既是盼望之路，也是蒙福之路。圣灵啊，求你指引我们，带着从你而来的重新和好的力量，进入智慧与圣洁。上帝啊，赐我们勇气，使我们敢于为所有人的正义与和平而努力，为大众的利益而奋斗。上帝啊，赐我们富有同情之心，使我们能以怜悯和慈爱为根基，重新塑造我们在彼此相爱里共同成长的生命。上帝啊，赐我们对你的信心，使我们看见你的道路是确定而又美丽的，并努力打开我们封闭的心扉。上帝啊，赐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向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像爱我们自己一样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至圣者啊，求你的光照耀那些迷失的人，将你的平安赐给那些身处困境的人，因为你是怜悯人的神，而我们要成为你的子民，你的灯塔，你的见证人。三位一体的上帝啊，求你用你的爱把我们团结在一起，并将我们召聚在你的怀抱里。阿们。阿们。
主耶稣基督向使徒们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求主眷念你教会的忠心，而不计较我们的过失，将那属天的平安与合一赐给我们。圣子和圣父圣灵一同永生，一同掌权，从现在直到永远。阿们。主啊，醒时求你引导，睡时求你保护，这样我们醒时可以与基督一同守候，睡时可以在平安里休息。愿上帝的祝福、永恒的亮光和荣耀围绕着我们，驱散寂静长夜的黑暗。阿们。愿圣灵与我们同在。感谢上帝。谢谢大家，大家晚安。大家晚安。